听到今天的背景音乐，有没有觉得我特别的开心呢？因为又发现了一家宝藏。看看这个新店的品质，又便宜又好。这个好胖啊，罗卡1.9，这一颗粉粉的果冻色的也是1.9，叫海梦，真的是绝了，太爱不释手了。我觉得他家近期一定会特别的火，哎，趁着他还不火的时候就赶紧冲，因为你可以收到的快一点。这个是冷香6.8，这颗呢是宝莲灯，有一天晚上和小伙伴一起组团去了，1.9这个群生特意挑的。这一颗呢是绿油油的，它叫冰城，是2.6，是不是有一点像那个冰宝龙啊？都是这种绿色系的。这个是间谍，太漂亮了吧，这个小睫毛啊，这个是4.8。有的时候呢大家就要佛系一点，因为这种福利呢谁都想要，所以呢在人少的时候就要抢先一步赶紧冲。这个是宝丽安娜3.8，这一颗是冰珀带糖心的6.6，太漂亮了吧，这个季节正是出糖心的季节。这一颗呢是如梦令3.3，又胖又带睫毛的。像这种小金控啊，其实它不做福利，一般直播间都挺贵来着。庄头的梦幻玫瑰，这个是3.8，之前我养死了一盆，又补了一盆。这一颗应该是草莓泡芙吧，还有一个名字叫轰动，这个是控的太肥了，太可爱了。这一颗是火唇，一个三头的小群生，1.9。这一颗群生叫斯大林的，我没听过之前，它和我的那个雪滴子雪燕有一点像，但是叶片呢它是偏小的，有一点这种玩叶的感觉。这个呢是7.7，全部都是小精品，单拿出来每一颗都觉得非常好看，真的特别的划算。有羊毛可以薅，所以大家一定不要错过哦。